他不想下班。哎呦，不想玩了，别干黑啊，我也想下班。啊！这个人头你都要抢！傻逼的人走左边平推的，把他踢了。老子要平推，让他滚！让他平推导航，他妈的贼难受。给他踹了，操你妈！我操！操你妈这么急，真他妈要把人送到泰国去啊！可爱。你瞅，别跑，别他妈跑了，弄得不老实。我们三个闭麦吧，闭麦吧，闭麦。没压力。哎，别别。哎，你看这个人，
人机，你他妈别跑了，小可爱，这不是人家，你看人家会收枪跑吗？人机怎么会收枪跑？应该过会就好了。人家都会收枪跑，妈的。